现在是机台打样的一个过程。刚才电脑上做的程序由 U 盘拷上来放在机器上面，什么读盘。那练习就选了。对，可以了啊。然后读完了以后，机器里面的这个参数密度要大概的调整一下，根据以往的经验，前长后长密度都调多少。对，拉力，对，牵拉数值，机器的速度，这是个基本参数。还有穿线，还要查看一下我们这个沙嘴穿沙是怎么穿的。有这么多沙嘴，那么根据制板里面的沙嘴，把沙线都按照顺序穿好。好，接下来就可以开机。要慢慢的拍，不能太快，太快了容易看着晕。看一下这个机台号，我给它拍一下。哎，你开始做了哦？没有啊。好。